哪些武器默默无闻却超强呢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吃鸡作为一款射击游戏，最重要的当然是枪械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默默无闻却超强的三把枪，它们都是隐藏的神器。一 QBZ， QBZ 是雨林图的专属武器，在雨林图可以说到处都是，很多人在雨林图都不喜欢用它，因为换弹太慢了，而且射速也不快。其实 QBZ 才是雨林图最强的 5.56 步枪，因为它最大的对手 M416 刷新率低，而且核心配件战术枪托在雨林图非常稀有，还是 QBZ 用起来更稳更好用。二，汤姆逊冲锋枪。汤姆逊冲锋枪在以前确实不咋地，可是自从官方改版后，给汤姆逊开放了瞄准镜槽，这把枪的实力是直线上升，射速比 M416 更快，稳定性也很高。最关键，扩容后有50发子弹，汤姆逊绝对是闷声发大财的一把枪。三，迷你一四，大家用狙击枪都喜欢用单发狙，就算用连狙，也是用伤害高的7.62连狙，5.56连狙很少有人会选择。但小伟想说，迷你一四的实力绝对是超强的，它只是单发伤害低了一点，其他属性都是最顶级的，子弹速度、稳定性、弹容量、配件数量都比7.62连狙好太多了。只有用过，你才知道迷你一四的厉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用什么武器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